假如他们没有报名参加 SNH48 成为少女偶像，此时此刻他们会在哪里？假如你没有来到这里学习工作，你现在又会在哪里？也许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改变一生的轨迹，但不论结果如何，都不能放弃努力。在每日的工作中成长，总有一天会身经百战。站在人生的舞台，唯有奋斗才能不留遗憾。SNH48 偶像人气总选举特别节目《新的舞台》最终篇章即将呈现。对于几个从未听过的工种名词，包括那个充满神秘的工作，听起来似乎都不太容易的样子。还是猜拳来决定吧。今天属于实习嘛，但是一定要带着实习标志，别人觉得你们新来的员工啊，自己一定要带着。师傅你好，肥大一点，凉快吧。有没有很酷？哦，先是切到这边刚到是吗？感觉是一个技术。哇，没想到切钢都有这么多学问，看起来简单，其实蛮辛苦的。师傅，拍大牌是吗？那你先试一下。好，好。啊，出师不利呀。刚刚师傅说每天早上5点就得起来，觉得他们特别累，我好像拖慢了整体的进度。哎呦，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切完呢？我们这里做事情要快。好。有空调吹着，夏天有空调吹着是最舒服。谢谢。好好学习啊。好，会的，会的。你们慢走啊，拜拜。很凉快呢。那我要做些什么呢？我感觉好难的样子。现在下面这一排已经接好了，还有上面那一排，然而我的腰已经好酸了。以前就是爸爸有想过让我在配件间工作，他说比较轻松，然后我觉得应该会很枯燥，就一直在弄这个线，而且弄不好会犯上很严重的错误。我是打磨的。对，往这边走啊。没有空调。站着啊，8小时站着。No, no. 你好，这个要动脑子吗？
下铺在动什么脑子？就是嘛，动什么脑子？我就是没脑子。还有茶水。领导好，领导好。那你安排一个人带带他，教教他，因为就他吧。有演员，可以的吧？这个怎么玩？就把他渣渣都去掉。渣渣是长什么样子的呀？这样子的，对，是。哦，去渣。哇，手套也不一样呀。Hello， 我要开始工作了。是这样的吗？这个好像除那个指甲的。好呀，谢谢。这个一天要做多少呀？一天做个400-500个吧。哇，那每天都是对的这个，那很辛苦。是不是每个做完以后都要擦呀？这里边有疤的就要磨的，你看。这样可以。这个不太好，没有太多跟其他人交流的机会，我自己在这边默默的拆。我刚看毛毛那边都是男生，好无聊的，我们这边还有美女陪我，立马快了好多，有没有？是说我是来检查产品的吗？耶！哦，我已经拆完了。我以为这一面拆完就没有了，下面结果还有，让你们看看我今天的工作量，天哪！可以了吗？可以，成功了一个。姐姐，你听过 SH48 吗？你有听过我们组合吗？我们是个女子组合。男孩子要吗？男孩子不要的。我们在上海每个星期都有演出的，到时候想我了可以来看我哟。我是最美的吧？可以。耶，我今天当场花了呢。我承认我爱上你的美，你的脸和你的美。啊，我们这边什么时候下班呢？12点，12点吗？12点，12点10分。哦，其实我觉得这边也蛮轻松的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累。我为按摩椅代言，你值得拥有。每天要工作几个小时啊？12个小时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好，哇，我觉得我等到毕业之后有出路了呢，我就来这儿当女工，我跟着我们班长混。
我要买那个意外险。打包好的那一车已经要送走了，特别有成就感。我们就去找找他们两个在哪里。哦，发现了一只吴彦文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完了吗？我没有啊，我来看看你。休息了，休息啦。等一下，让我把这些弄完。要有始有终。哎，你好啊。你毫不违和，我都没认出来，我没认出来，我说在哪儿呢？你已经和这里融为一体了。劳动，待会那三个不感谢我，就不给他们吃饭了。这是我做的呀，有没有大厨的样子？哦，这三层是我弄的，但是你们看最后一层是，其实很完美的达到了这个量的标准。太重了，50了，可以吃饭了。那回头再回头扭一遍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试试。咱们怎么会有虫子啊？其实看着简单，但是做起来还是很累的。此时此刻，你还在生我吗？我想吃饭，我想吃饭。什么时候可以吃饭呢？帅不帅？耶、终于结束了，真的蛮辛苦的这个工作。我开始觉得就是第一个翻盘，结果我手现在左手已经酸到拿不起东西了。看出来我已经跟上午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了，上午还是这个样子，下午已经这样子。我回来啦，戴上我皮手套，魔法师。帮我们无视呗。
他突然来看我，万一我做错了怎么办？不敢看，心虚。大车垃圾倒掉。哎，我可以推车吗？这个太就是打鸟起来的，所以这个要重新打，去把它剪掉。要这么长吗？这样可以吗？结束它呢？再绕两圈拉断。我刚才他们都是汤有绿豆吗？有啊。唉，今天太累了。叔叔阿姨，谢谢你们，今天让我在这工作，给你们添麻烦。真的谢谢你们，然后觉得你们特别好，对我，谢谢。你们要弄完了吗？好的。师傅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受不起，受不起。任务完成的非常漂亮，谢谢师傅，耶耶，师傅，我们今天呢，待会儿有一个就是表演活动，在 B 座二楼的会议厅，希望你来参观。结束之后，我的手上的肌肉越来越厉害了。今天呢，最近一天的工作结束了，辛苦了。耶、yeah, ，辛苦了，他辛苦。好温暖的水啊！
哪藏好啊，今天也体验了一下。嗯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了辛苦了，谢谢班长，晚上记得来看我们演出。谢谢谢谢，记得来看我们的演出啊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为了赶上五点的演出，四位少女偶像们顾不及补妆，抓紧排练。这是四位成员第一次在没有舞蹈老师的情况下跨队表演，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？票，李豆豆获得0.2票，吴彦文获得0.7票。新的舞台总选拉票特别节目第一季，一共有45位少女偶像报名参加，通过抽签的方式抽出17名成员，包括11个正选名额、2个代抽名额、4个替补名额，分别在11个不同的舞台，体验了餐厅服务员、服装销售员、网管、奶茶铺店员、地铁站务员、超印店店员、粉丝汤店员工、工厂女工、食堂厨工等各色工作。这些最最普通的岗位，却让他们感受到了不同职业的艰辛与成就感。也许加入 SH48 改变了他们的一生，然而这一次的打工经历也会给他们的人生留下难以忘怀的一笔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无论你在做什么，属于你的舞台同样散发着耀眼的光辉。再次感谢所有默默努力工作的人们，正是因为有你们，世界才会变得如此绚丽夺目。谢谢各位的观看，新的舞台，我们第二季再见。